了错误的目标，我要击碎他们的谎言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在这儿等一下。全军出击！拓展英雄池，偶尔玩一把呀。这铁男，这锤子。光挺好，可以当个小灯，当个小路灯，不错。光线挺好。谢谢99999小鸟续一人，谢谢风不绝。呀，居然是青钢影，居然不是剑魔。青钢影会比较烦。哇，冻锤青钢影居然敢带强攻，我都没想到。冻锤平 A 平 A 平 A重锤，重锤平 A， 平 A W， 致命点燃，平 A Q 闪回血，怂那肯定是不行的啊。居然是电刑哈的，我都没想到。抹除繁星，我打不呢，我见他再摸我一下，我极限血量开盾啊。哎，但我估计开盾也打不过，没用，打不过。那盾持续时间就快几秒钟啊？2、3、4、5，那盾持续时间就5秒钟，我5秒钟根本打不死他。先来个小反角。我掏重锤平 A， 开盾平 A， 再打不了我来掏重锤哟！我炮车，我日你哥！你还要吃炮车？我不砸你吗？掏回来接重锤，哎，踹不着哟，完了，踹着了，哎呀，这脚踹着了，我靠！
完了，刚才脚给我踹着了。关系小问题，那青钢影主要就是线上回复厉害，倒不是说单挑多猛，他那 W 技能我躲不了。没用呢，没有用啊。没有后续伤害了。我感觉我应该点个爆破好了。回家。哎，画面糊，换一下那啥呀？换一下，换路了，挺好。我说实话，我打的剑魔比打青钢影好打多了。生命真是苦涩的耻辱。我们就可右了图啊。糊了的话，换一下线路啊，换一下云那个蓝光的，或者今天可能电信那边放假了。小护臂来一个，来什么小护臂？炸血皮尼。重锤，掏，平 A。平 A， 重锤，平 A， 平 A， 平 A， 重锤。我打的剑魔可比打的青钢影好打多了。你干哈呢？还敢换路？我是真是没想到啊，兄弟。剑魔这波再跟我打了还得死，我们塔后断呢。来，直接给大平 A 重锤，平 A， 你还搁里边跟我打，重锤呀，叫人是吧？可恶啊，可恶！家伙，一下出来个蛤蟆跟我。
吃我的塔皮，那你可死了。还带这样的呀，这也能跑了，我是真是没太想到。重锤掏回来接重锤，这又我的剑魔啊，我说实话这剑魔真不如就跟那稻草人打的打断还多。我重锤，我重锤，马上我要越塔杀你了小伙子，哎直接杀吧不行。真的不行直接杀了得了，磨磨唧唧的。到最后我成了一切，死亡为强者吃塔皮，炸血皮泥出完，我们峡谷制造者马上有啊。不让我吃塔皮是不是、啊、是不让我吃塔皮，你能打过我吗？你在干什么？哎呀呀呀呀，我能吸血你能吸吗？我必须得在防御塔渡城马上脱落之前把这塔给它拔了。不就是个蛤蟆吗？你让他来来，我就不信那个劲儿了。一个破蛤蟆还想杀我？对不起，大哥，我错了还不行？啊，别追了，行不行？咱能不能别追了？错了还不行吗？别追了啊！来个炸血皮泥，炸血皮泥出完，我们来个蜡石之牙吧。梦魇多少级？十级，411。我觉得他应该不太需要这个红 buff， 你们觉得呢？小心眼样吧，真是。Hello Hello， 往哪走啊？那右边有梦魇。要闪现呢，
闪现可不行。谁吹波扣啊？寒冰射手啊！我就喜欢那寒冰射手，来吧，射我手，给我射一手。寒冰射手，我看你这没有位移 ADC 怎么活？现在我们单带就不基本上是不可能有人敢来。寒冰射手，哎呦我寒冰射手，我就喜欢你射我手，来寒冰射手，重锤，抛回来，重锤，嘻嘻，让蛤蟆给我杀了，把蛤蟆给我杀了，还打不了我这，还行。1150，把这个卖了。然后一会儿我们找着寒冰射手的。这家伙。曾经我生困于凡尘之躯，如今我。这咋的？哎，行吧，确实有点膨胀了啊。但我确实没想到他们敢越我，真的。我一铁男，他们敢越我塔，我都没想到。这帮人头是真铁。环就真输了。为什么还输了？为啥团就真输了呢？打野吧，分带吧。分什么带？为什么分带？为什么分带？我干团。那谁好使啊？这团战谁好使？我想问一下，谁好使？是剑魔好使，还是寒冰射手好使，还是卡密影、青钢影好使？我操了！来团啊？为啥不来团呢？他不是说来团吗？大招大个屁呀、啊！你看给我空成什么样了都，我都没动过。这不完事儿？大龙能不能当？换水银鞋，你看我像水银鞋不？你这就相当于是啥呢？你让我买一个，你说你把阿里巴巴给买了，我说我没有钱，然后你说你挣钱啊，你那不说屁话吗？你们说挣就挣啊。
你让我斗鱼，让我把斗鱼给买了呗。不是怕啥呀，这寒冰射手啊，他咋的呀，你大呢，飞呀，你早点飞呢，剑魔咋的呀，剑魔真累呀、啊！我出一个什么东西能让这个寒冰根本就风筝不了我？出个什么装备？出个冰杖吧，来个冰杖。把他杀了呀，他就一个人。那剑魔1-4的。点啥呢？啊，打这么半天死一个了，打大龙啊，这 AD 为什么又死了呀，该死不死真是操了，空了两个，哎，算了，不说了，这说了也没有意义。说了他们也不听，也没用，该打不打，不该打瞎打，先手到人了不敢上，不敢 A， 不知道为什么，人家家3个人，俺们家5个人，让人追着跑，我都不知道跑什么。你说这几个人就站的就这么老厚的，你说你有什么好怕的呢，我们家是劣势有多大还是怎么回事呢，也动不动 ADC 下路了，动不动 ADC 下路了， ADC 下路了，我也不知道补那么长时间兵，他妈补148个，你拿脚补的是吧，投降，哎，投吧，来来来来来，都投都，都投都，都投，
他们家本来也打不过，随便打一打就完事儿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不敢打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要么就去下路就带线。我这波他妈一个打三个，对面来五个人，最后能把我杀了，我杀了三个人，我一个打三个，也加上一个稻草人吧啊，加上个稻草人，稻草人给我提供了一小空子。然后辅助给我们来了一句：“别团吧，团就输了。”生者世界的喧嚣，死后世界的沉寂，都由我统治。给我点信号，那一个辅助跑我这儿来，还瞅着我，还要过来杀我这辅助，我给你厉害的。下一把